澳门终审法院前院长岑浩辉获确立为澳门行政长官候选人。澳门行政长官选管会上昼发布告示，确认候选人名单。62岁的岑浩辉在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中唯一的参选人。今个月28日将会举行候选人政纲宣讲和答问大会，邀请全部400个选委出席。行政长官选举将会在下个月13日投票。